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51年，是目前黑龙江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馆藏文献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随着学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图书馆也由单一的传统管理模式建设成为按照区域特色和学科专业划分的总分管制的管理模式，依托校本部图书馆为总管，下面分设呼兰学区图书馆和文理学院图书馆两个分馆，还包括各学院资料室作为专业类文献资料分中心。馆舍建筑总面积达80883平方米。图书馆设有采访部、编辑部、信息技术部、流通阅览部、古籍特藏部和办公室等业务及行政部门，现有工作人员230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26人，中级职称66人。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丰富，纸质馆藏总量达350万册，其中校本部图书馆中文图书1662455册，外文图书130289册，期刊3500种，核定本期刊、报纸17余万册，馆藏古籍17万册，内有善本208种，电子书刊34万册。我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拥有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Springer Link 科技期刊等期刊类数据库，可提供7000多种学术期刊的全文查询，还购入电子图书34万余册，包括超星、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等重要数据库电子资源。图书馆还面向重点学科自建了5个特色数据库。图书馆现有17个具有不同功能的阅览室，有阅览座位5458个，并设有4个可容纳近1000人的具备多媒体、同声传译等功能的现代化学术报告厅，能够满足师生阅览和学术研讨的需求。除古籍阅览室外，我馆的阅览室均实现了开架阅览，中文图书实现了藏借阅一体化，每周开馆时间达到94.5小时，日均可接待读者近1万人次，为我校师生学习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古籍是我馆的特色馆藏资源，2009年6月，我馆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目前在获得此项荣誉的39所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东北地区仅有3所。此外，我馆7部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的古籍被收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随着自动化的推进，图书馆网络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并逐渐形成了支持语音会议、视频会议、远程教育等多种网络应用，共有信息点1500个、服务器11台、磁盘阵列3台、核心交换机2台、计算机831台的网络系统。图书馆分布及馆藏资源介绍。江北图书馆建成于2003年，分地上地下2部分，地上部分共有5层，设有期刊、报纸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中文借阅室等17个不同功能的阅览室，以及3个自习区。地下共1层，包括3个密集书库、1个自习区。下面我们将依次介绍。进入图书馆时，我们需要经过设在1楼的门禁系统，各位读者要凭本人的借阅证通过门禁系统进行借阅证条码扫描后才能进入1楼大厅。备注：凭借阅证可在图书馆借还图书、阅览和复印馆藏文献、上机等，借阅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1楼报纸和核定本期刊阅览室在1楼的左侧，这里收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纸100余种、4000余册，其中当年报纸99种，还收藏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核定本期刊3000余种，近50000册。核定本报纸和期刊均为开架阅览，所有最新的报纸均陈列在阅报台上，可随时翻阅，但不允许取下。
本市的报刊如有需要，可经工作人员同意办理手续后可以复印。如果想查找90年代以前的核定本报纸、期刊，需到江南图书馆报纸阅览室找负责老师查找。一楼大厅右侧是现刊阅览室，收藏了2009年订购的所有期刊。本市今年共收藏中文期刊1997种，外文期刊40种。所收期刊以教育类、大学学报为重点，还有人大书报资料等。这里设有阅览桌椅，可供阅读，但不可外借。在书架上面摆放的是最新一期的期刊，其余的期刊放在架盒里面，我们可以打开架子翻版查找。这个阅览室的期刊是按中图法22大类分类排架，同类期刊按刊名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人大书报资料另架单独陈列。阅览规则：进入本市时，首先将借书证交给老师，老师会给你一大一小的两个带书板。当你想阅读某本期刊的时候，把带书板放在该刊的位置上，然后把期刊取下，小的带书板保存在自己手中作为依据。看完之后，根据手中小带书板的号码，找到这本期刊原来的位置，将期刊放回，将大的带书板取下即可。注意事项：一、每人每次只限取一本期刊；二、因为不能外借，如果需要其中的某些资料，可以到前台登记，然后到图书馆一楼复印室复印，不能把刊物带到馆外复印。三、要爱护期刊，如果发现读者有撕毁、涂抹或偷窃期刊的行为，我们将对读者停借2个月，并按期刊年价10倍赔偿，情节严重者通报院系及学工部警告或取消学士学位。二楼电子阅览室，二楼左侧为第一电子阅览室，右侧为第二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是我馆为读者提供图书馆所藏数字资源及网络服务的阅览室，它除了可以正常访问 Internet 之外，还提供了很多可以查找资料的论文数据库。现有的数据库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硕士全文论文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等。凭借阅证在江北120室、江南北馆108室充值后，可在电子阅览室上网。充值时间：江北周一至周五，早8:20至11点，下午1:15至4:30，其中周三下午闭馆；江南周一至周五，早8:20至11:30，下午1:10至4:40，周三下午照常。三楼。工具书与外文图书阅览室主要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和外文原版图书等方面的书籍，采取了开架阅览的方式，图书不外借。信息咨询室为读者提供信息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服务。信息咨询主要是解答读者在使用图书馆的过程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主要采取当面咨询、表单咨询、电话咨询和实时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是通过我馆与哈工大、吉林大学图书馆鉴定协议的方式提供服务。当您通过本馆的馆藏数据库仍然无法找到所需信息时，可以与信息咨询部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馆际间的合作协议为您提供国内外学术论文、专利文献等方面的原文传递。四楼，第一中文图书借阅室在四楼的右侧，藏书总量22万册，包括除历史、地理以外的中文、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其中以教育、各类考试用书为主，设有公务员专架。第二中文图书借阅室在四楼的左侧，藏书21万册，收藏文学类图书，以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通俗小说及外国名著为主。五楼，第三中文图书借阅室在五楼的右侧，藏书20万册，收藏地理、历史、语言和自然科学类图书，其中以历史、人物传记、计算机应用、语言类图书为主，
并设立了考研图书类专家。这三个阅览室的图书都可以外借，具体流程如下：一、验证入库，在借阅室入口处，读者凭本人借阅证换取代书版进入书库，禁止使用他人借阅证。如果发现使用他人借阅证者，按图书馆相应的规定处罚。二、查询书刊，可以利用检索机检索书刊，也可以登录图书馆网页，点击书刊信息进行查询。江北图书馆一楼大厅两侧和各个图书馆借阅室内都设有计算机查询系统，提供免费的书刊信息检索。金盘书目检索系统共有七种检索途径：题名、作者、主题词、分类号等，可选择其中任意一种进行检索。例如想查找《鲁迅全集》这本书，则选择题名输入《鲁迅全集》，点击查询，会出现多项书目信息。如果想选择《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再点击书目标题，则会看到更为详细的信息内容。注意其中在屏幕上方有它的所书号，记住所书号，就可以到相应的图书架位查找它的位置。此外，要记住馆藏地点，在馆藏信息中均有显示。三、选取图书，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翻阅时，请同时将代书版放到这本书的位置上，以免把这本书归架时放错位置。若要借此书，需将代书版抽出，并用于寻找下本图书。在阅读图书时，一次只能拿一本。四、借阅图书，在办理借阅手续时，将代书版和所借图书一同交给馆员即可。各借阅室门口均有监测仪，读者不要携带未办理借阅手续的图书从监测仪处出入。注意事项：一、读者需持本人借阅证换取代书版进入阅览室阅览图书，不得携带图书、书包、食品等个人物品，所带个人物品可存放在临时存包柜中。二、借书之前，读者应仔细检查所借图书是否有缺页、污损，如有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前台工作人员，以便我们及时处理。三、不同类型读者的借阅权限及借阅期限是不同的。本科生、专科生、预科生读者可外借图书五册，借期30天，不办理续借。教师、研究生读者可外借图书10册，借期60天，只限一次续借。自考、校外读者可外借图书3册，借期20天，不办理续借。五、归还图书，还书规则：一、外借图书3日后方可归还；二、在江南馆借的图书在江南一楼还书处归还；在江北借的在江北一楼还书处归还。三、在寒暑假期间、国家法定日期间及图书馆应故闭馆期间，到期的图书在开学后1周内归还，不视为过期。四、所借图书过期者，每册每天需缴滞纳金0.2元，学生应经常查看自己借书记录，及时归还图书。五、遗失图书，按原书相同版本赔偿，并收取加工费用。如经努力仍无法获得同版图书进行赔偿的，需根据图书馆相关规定进行赔偿。图书遗失应及时办理赔偿手续，逾期办理，除执行赔偿制度外，同时执行逾期罚款制度。六、读者要爱护图书，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坏图书，违者将按图书馆的相关规定处罚。古籍阅览室位于五楼的左侧，本室主要收藏民国以前的中文图书，以明清古籍为主，以家谱、方志、集部图书为特色，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画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明抄本《古今经传序列》为海内孤本，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广泛关注。本阅览室只对从事专门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开放，如有历史、中文专业的本科生需要查阅，可凭所在院序、开具的介绍信方可进入。自习区，江北主要集中在地下1层，2楼圆形厅和3楼。自习区内1人1座，先到先坐，任何人不得以书包、书籍等物品占座，
如有占位现象，图书馆有权进行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读者本人负责。自习与借阅时间。一、自习室开放时间，江北和江南均为早6:30至晚9:30。二、阅览室开馆时间，江北周一至周五早8:20至晚8点，周三下午开会，开馆时间为早8:20至中午11点，晚6点至8点。周六周日早8:50至晚8点。电子阅览室周一至周日早8:20至晚9:30。三、借还图书时间，周一至周五早8:20至中午11点，下午1:15至4点，其中周三下午闭馆，周六周日各个借阅室和还书处不借还图书。哈尔滨师范大学读者协会介绍。哈尔滨师范大学读者协会隶属于校团委主管，是由图书馆直接领导的，由广大图书爱好者组成的学生社团。申请成为会员的基本条件：一、拥护本协会的章程；二、有为读者服务、做好读者的愿望；三、原则上要求为本科生。加入社团的程序：一、本人提交书面申请书；二、工作人员审核；三、公开面试；四、公布纳选结果。会员的基本权利：一、享有会内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借阅图书资料时增加2本借阅量；三、参加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四、对协会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与建议；五、同等条件下优先参加图书馆勤工助学活动；六、享有优先接受图书馆服务、教育与培养的权利；七、学期末可参与评选校优秀会员、优秀团干部的权利；八、自由退会。会员的基本义务：一、遵守协会章程，执行协会决议，完成协会安排的各项任务，为协会工作献计献策；二、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爱护文献资料及相关设施设备；三、积极参加协会活动，了解读者动态，关注图书馆的发展；四、收集反映学生读者对图书馆的要求、建议与意见；五、应熟悉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做好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六、定时上交读书心得或对图书馆的真实感受。图书馆的管理规定比较严格，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珍惜和爱护图书资源，使每一位同学都有权利看到每一本图书，实现图书资源的共享。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遵守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大学4年中好好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为同学的学业有所帮助。建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校图书馆始终秉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敦品力学、弘毅致远的校训，发扬我校敢为人先、争创一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它惯有的沉稳与智慧，从未间断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脚步。发展至今，图书馆已经成为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我校办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哈师大图书馆正迈向现代化、数字化的进程，它将成为一座多功能、研究型、开放式、高度文明的大学图书馆，在文献信息保障方面，在为教学、科研服务、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起点上，我校图书馆深入贯彻和实施哈尔滨师范大学建设强校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稳定规模、调整结构、强化管理、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创新发展的新的办管方针，遵循我校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办学定位，不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改革和发展的轨道上描画更加宏伟的蓝图。